湖，那个那个湖中间停到不了，为什么？把它扎掉了。为什么扎掉？不知道。什么？前面有个桥啊，断掉了。对啊，把它砍掉了。哎，中间还有那个白鹭鸶还是鸭子？在这边啊，走快点。你说它的醉月湖啊？以前来过啊，跟你以前三十几年前应该不一样吧。哇，很久了、啊，那小那个不止三十几年前嘛。哎，还是天鹅哎。是有都有人在养。哎、欸，我不是你，不是三十几年来过，我是小学的时候来过。四十几年穿过小。四十几年，我读明传国小的时候来的，那时候已经多久了？四十几年。这平常这里平常很热闹，六日都是有，这里六日都是观光客，都是那边拍照拍到这里。是今天下雨。那是因为今天下雨人比较少。哎、欸，他没有人喂他。而且理论上今天这些都有开，下雨。对啊。今天下雨的关系呢，哇，下雨有下雨的气氛，好。这里其实过天气每天都这样。那时候我来找教授的时候，这边还施工，然后我一入学这边都盖好，他改建，所以才会变得这么有设计感。这样子啊。平时大家都喝咖啡。看，你等一下下，等一下。谁啊？蜘蛛网。对啊。水啊，我以为。不是，是。你要大便吗？是啊。那、啊、哎、欸，你要干嘛？那天鹅有人在喂、啊。那你上帝放在那是干嘛？不是摄影啊，我要录镜头。哦，我。啊，哎呀，好、啊。快点，你还要走一下。我下次我也来这边。也许我来这边再读个在职专班吧。打工吗？要。对啊，在咖啡厅打工。